休斯敦 Local News Time，让我们关心这里的新闻，关心这里的资讯。在今天我们的五件新闻，首先我们看到呢，这、就是在刚刚上任新任我们休斯顿啊、呃、这个市政府的财务啊财务总监，这、就是 Controller，Controller cont 是谁呢？就是 Chris Hollins。那么在现在他表示，接下来他要。 呃，深入的探讨在我们休斯顿市即将面临的财务挑战。目前，他说一些优先事项包括继续进行一轮啊财务的审计，来帮助休斯顿的居民了解休斯顿市的财务状况。 Chris Hollins 说：“目前的一些优先事项呢，就是让人们知道他们的税款到底是怎么样子啊，是用在哪里，那么在哪里放，用在什么地方，那么多少是用在哪些建设项目。而明年二零二五年，我们休斯顿是要面临的预算挑战，因为用于帮助平衡。” 呃，休斯顿市预算的联邦资金就即将要到期。Chris Hollins 则说呢，在休斯顿市最少会面临一点五亿到两亿美元的缺口。消防员的合约也会要到期，这会让这个差距啊，这个这个金额上的差距会增加。他也表示。 将会有数十种方法来解决预算的缺口。休斯顿市是不得不开始要深入研究这一些。 解决的方案哪一个合适，或者哪一个可以少一些麻烦？他说，市议会讨论的一项明确的收入来源，现在就知道了。各位，我们付的垃圾费呀、啊，收垃圾，我们呃，不管是在哪一个城市，你都要缴交啊，就是清洁费用。那这个现在是一个明确的是府的收费来源。好，接下来呢，我们。 再往下看，看的就是在休斯顿独立学区，那么学区的这个总监啊 m a r Miles 在这个礼拜宣布了，下学年最少有二十六个休斯顿独立学区的校园将会加入。 他所推行的新教育系统叫做 N E S。那么，想要了解学区怎么样子决定哪些校园可以成为 N E S，还有多少的资金可以用于来支持这些学校的转变。m a c e Miles 希望最终在二零二六二七学年把 N E S 这个模型扩展到一百五十个在 H I S D 里边的校园。 而在新的更为严格的呃这个州级的对学校的评分制度下。 在 HISD 两百七十三所学校中，大多数在去年整体的学术成绩不是上升，而是下滑。这种下滑是发生在麦呃 Mike Miles 六月被任命为学区总监，并且对二十八个 NES 校区再加五十七个 NES 相关学校实施改革之前。 根据在休斯顿独立学区说，N.E.S. 的目的是提高陷入困境的学校的学业成绩，包括它会透过延长校园开放的时间，利用更为严格的啊教学计划。那么还有呢？ 提供艺术课程来教授比较批判性的思维，来和解决问题的技能。另外，也会向教师和员工支付更高的工资来支持。从明年开始，将会超过一百一十所休斯顿独立学区的学校会纳入。 这个新的教育体系 N E S 的保护下，新增学校包括了 Westbury、Shopstown 高中，另外还有二十四所小学和初中。而另外二十四所小学这个学校的校长包括了 Austin 高中和大约两打的中小学，在和教职员、呃，还有就是呃学生家长联系之后，他们是可以选择申请啊、呃，就是不一样的这个新的计划的。 好，另外呢，在德州的儿童福利啊、uh, （welfare），就是 Texas Child 啊、uh, welfare 呃、uh, welfare 的官员，现在正在重新分配工作人员。 呃，重点是要监控无证汽车旅馆，还有出租屋，因为这些汽车旅馆和出租房屋收容的是在 foster 呃、uh, family foster 呃这个寄养系统中一些最为弱势的儿童。这种 foster care 的 system 里面最弱势儿童就在。 这一些地方官员们在啊、呃、这个礼拜开始的时候就说，这个举动是遵守已经有多年的法院命令的最新的一个尝试，要让这些孩子们可以更为安全。德州家庭和保护保护服务专员也对一名联邦地区法官说，他的机构培训了大约三十名经验丰富的社会工作人员，让他们可以全职的专注于照顾。 被从家中带走的儿童，但是呢，在以国家以这个呃整个国家系统来讲，并没有获得许可的设施啊，来安置他们。这些儿童就被称为无安置儿童。那么最小的，现在我们晓得啊，这一个呢是只有十岁啊，真的是。 蛮幼年的，但是通常他们都具有复杂的背景，生活上面、心理或者上面的创伤，还有行为方面的这个，呃，比。 不是那么正常啊！这些青少年先前的法庭听证会则说，这些青少年居住在无证设施当中，每天有已经超过负荷工作的呃个案工作人员轮流进行多达六班的监督，结果还是充满了暴力、虐待和忽视的不安全环境。这次人员配置调整的目的就是要让常规社工不需要轮流加班来照顾没有安置的孩子。 孩子，这些社工则说，这些轮班是很繁重的工作，也让他们是相当的颓丧，并且也会导致儿童和工作人员的工作环境都不安全。 好，接着我们继续在这里呢，看到的这是 Austin 的消息。朋友们还记得阿呃呃 l e s s a d o 吧？他曾经是我们休斯顿警察局的局长。那么上个礼拜五呢，Austin 的市政府是否宣布，呃阿 l e s a d o 将会重返？ Austin 接受监督 Austin 警察局的工作，但是呢，在遭到了 Austin 相关社区啊、呃、民众的反对之后，现在啊 a r c e v e d 那么已经表示他拒绝接受，他不会接受监督 Austin 警察局的这一个工作了。好，我们在新闻方面呢，最后看到。 就是在德州啊，呃，检查单位发现，在德州收容数百名在 Harris County 秀犯的一些私人设施，他们有医疗疏失以及其他违规行为。从二零二二年来，Harris County 一直把囚犯外包给在呃另外一个县啊，Garza。Gaza county，呃，这一个惩教所里边，现在德州的相关官员已经确定，这些监狱违反了全州的安全标准。好的，朋友们，这就是带给大家在今天我们的新闻。美健在这为您翻译、编辑和播报，谢谢大家的收听。稍微休息一会儿，也欢迎我们的朋友们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嗯